阮经天也和金牌和赵替林玉贤执导的《翻滚吧，男人》应援，千猴子提供。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导演林玉贤执导的《翻滚》三部曲最终章《翻滚吧，男人》记录是大运体操鞍马金牌手李志凯及体操选手黄克强追梦的热血故事。该片凭借好口碑，上映两天开出全台破百万的佳绩。曾与林玉贤合作的南韩演员李准基也特地拍下手持金牌照，力挺电影大卖。曾和导演林玉贤合作的演员李准基手持金牌力挺《翻滚吧，男人》，千猴子提供。导演林玉贤与郭月星日前分别带着李志凯与黄克强到戏院与影迷见面，不少观众都很关心黄克强的复原状况，纷纷加油打气。黄克强透露11月会回到左训开始密集训练，虽体能逐渐恢复，不过离亚运资格仍有段距离，我会拼了命的争取这机会，不会轻言放弃。南韩欧巴李准基也远从海外传来应援，还私下跟林玉贤说希望有机会在南韩看到这部激励动人的电影。台湾影帝阮经天日前也传讯给林玉贤打气说加油，我也还在翻滚中。相关影音影片取自 YouTube， 如遭一出境请见谅。